人最重要的是改过自新，是做错了不好，以后不再做错，这个重要。做错了，以后就做，要是再错了，那就不能原谅了。承认自己过失，勇于前过，大善。不要因为小小一点事情感情破坏，这是很错误。原谅别人，什么样的错事都可以原谅，谁没做错事？对，做错事情原谅，宽宏大量。做人的态度，不管他做错什么事情，统统要原谅，不能责备。这个得到古今中外赞叹，教育重要。他为什么有这种事情？因为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，亲友可畏，应当要原谅。他要已经受过这个教育，还干这个事情，这也不能原谅。多行善事，多做好事，忏悔自己一切的过失，积功累德，做好榜样给别人看。所以人没有不能忏悔的罪过，没有不能改过的圣贤。圣贤是修来的，人要向上看，不能向下看，要学好，要行好，要心好，念念都做好人。我一生只求改过自新，知道错误的不再做，知道是好事，有缘分一定做，不躲避，参与参加。这有过失不怕，无间地狱、阿鼻地狱都可以忏悔，就是你要有勇气，我真忏悔，我真不能再干，这个重要。保守